人进来加着菜瓜布，不过不是要提来洗碗，而是准备创作。伊专门用菜瓜布创作六个乡民联姻过来现场指导，安怎来发挥创意的卡数？即看起来感情真轻松的动作，制作过程是煞真用心。很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太难剪了。能够透过这个今天这种比较好的活动啊，教学活动啊，能够让孩子呢真正领受到我们以前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啊，从丝瓜络，从厨房的部分呢，走上我们艺文的部分，真正让孩子在艺文上面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。加好了后压平，然后这个加成更加细的，利用铁线来组合变成玫瑰花，利用家里好手艺，许多大家学了。那些民众感觉看了不够开，难道是公司的艺术独汤？今麦来展示用菜瓜布所做的动物造型，以及上新三纳克开发的水作品，将展出到十一月底。过程我着树啊锄吼，锄树啊要接菜来，啊着接落来到创个拖尾啊吼，啊拖落来到土场，落来到土场，啊这三纳克尾起来流浪头吼，伊个背架拖尾啊拖无尾拖袂赢。拖袂行吼，啊用牛冲轻电车，吼，等于说让它重生，啊有一点环保，增加我们生活的趣味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小朋友从来没有看过丝瓜布，竟然也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艺术品。那同时呢，可以滋润我们的生活，那也添加很多的一个生活的美学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这次在仁川的雅韵，用家己创作教学活动，得到市长柯淑华嘛特别颁发奖金，获得亚洲运动会顶头摕到奖牌的选手魏晨阳甲邱安如来表示鼓励，在文化甲体育推动顶头是真用心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